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为什么要拿刀子？不要拿刀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然后来许愿。希望我的家人朋友都可以身体健康，然后赚大钱，然后生很多个宝宝给我玩，你生比较快。然后最后一个，我的愿望自己就留着，留着。好 ，OK。